我来补你几手。你那台要多少？你来补我这台，来补我这台，我去救。来来来，把角门补了，我去救。能修开吗？还有多少？他追你，不将，不将去，走去独洞。压好了，压好了。能开吗？能开就说。不能开，画家在我后面。他放话，他放话了。能开就说。能开就说。你去独洞那边找板去，那边还有两个板子可以跟他绕圈。东边还有货吗？你开门。来来来来来来抢门了！最右边。你们去大门。进去了。敌友在这儿。我操！他卡我红光。有传送的，佣兵卡中墙。他走了。哇！画家怎么在这儿？你可以过来开小门也行，传那个传大门，传学校门，你开墓地门，画家在那边，你过来开门就行，不用管我。还有治愈吗？你直接开门就行。操作用过了。可以。好的。走吧。我去玩这台拆。你修。往大门走。哎，走吧。刚才往大门走。还在我这里，失常，打我，这你是吧？不追就说一下，小时候家去那个找电机，我在二楼。走往哪走？传送。我人家六十。他去大，他去那个，往人皇走了，往人皇走。他来医院了。我点一下电机吧。点过了。你碰一下电机，右边先手，压满右手，二楼电机场。球头碰电机之后去人皇那边待着。我来，我救了，救了，我压满。压满救，压满救，他去医院了，没事。小莫菲斯也是一台遗产。球头别被看见就行，你躲好。他去医院了，你直接救，他去医院了。回来了，快，能到吗？那你卡半也行。我去了。那你压满吧，这种血量救不了，压满吧。他打你就没事，打就救，不打就不救。球头的话，你去大门碰一下门之后就走。
开门砖碰下门就走，进医院待着。地窖踢墙。你别看吗？你碰下门就走。好。他去医院了，自用便。碰下门就走。我走，我走，用便去开小门。我去小门吗？你进医院待着。生化兵就别传送了。还有传送的。用便去开小门。踩板子，你去小门吧，你去人皇那边待着，看他传哪里，他可能要传送。大门开了，看他传哪，我看一下，传大门，去小门。去小门，去小门就去。你别看见他可能要去小门，你看情况。我要不要走地窖呢？要不要在哪？你去踢墙。踢墙，你看能不能去大门吧。他可能要去小门，在我这儿，你就去大门吧，就去。他投了 nice。